danser le long des golfes clairs à des reflets d'argent. La mer. 上菜啦！你看你点三串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太少了，我吃十串才够。你是不是疯了呀？这个就是好腻啊！不行，我要先吃一串。好吃。不管在哪儿，都为我们中国体育加油！我真的好高啊，都蹦出画框了，你发现没？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工作环境，因为重庆现在还挺冷的，所以说必须有棉被、电脑，然后咖啡、手机、移动硬盘。完了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噔噔噔噔，烤火炉。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南方的冬天，像我们这种哦，怎么说呢，没有暖气的地方，有一个这样的烤火炉真的是非常的幸福，窝在一个小板凳上。星期五的下午6点钟。哦，回龙观。他笑得好的一个哟。大家好，我是。La pluie, la mer, au ciel d'été, confond ses blancs moutons.Avec les anges si purs, la mer, bergère infinie. 好的，你帮我放海椒嘛。Voyez. 这不是你这个是照相机吗？摄像机。我跟你们讲，一个人的夜晚就是吃这些垃圾食品，真的是太开心。喝着可乐，尽管长胖，但还是很幸福。我是最近准备带一款权力的游戏。Les a bercés le long des golfes clairs et d'une chanson d'amour. La mer a bercé mon cœur.我觉得解放碑就是一个非常重庆的地方，因为路又很窄，然后路也凹凸不平，然后有很多那种街边的这些小店啊什么的。像我来重庆7年，基本上平时就没有来过这边，因为实在是太堵，然后太远。是因为我今天要去学跳舞，所以说才会来这边。哇、哦，刚刚这个背后的这些。吓死我了！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，感觉解放碑这边的店，每一家它都会排队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重庆最出名的佩姐老火锅，我很多年前来吃过。这就是我学跳舞的地方。感觉我跳个舞就偶尔来个市中心这边，就跟大家介绍了一遍重庆。轻轨在头上的感觉。他在隔壁看书，然后我正在准备吃烧烤，我准备看《权力的游戏》。怎么对比起来，我感觉我这个人这么的颓废呀、啊？我已经吃完一碗了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然后现在开始吃第二碗。我觉得《冰与火之歌》看起来好气啊，就感觉坏人永远都死不了，然后好人一个接一个的死掉了。烤面包的同时把咖啡煮了。
这个肉松的味道特别好，就是香香的，很像那种小时候吃过的肉松的感觉。然后我一般都会铺满满的一半，然后像这样子把它折起来。我现在为什么要坐在客厅的这个小茶几上，坐在地板上吃饭，就是因为这儿光线比较好，然后看起来我的脸好像会白一点，就我现在晒得特别特别的黑啊。大哥给我买的这盆玫瑰就这样死掉了。我现在准备去接哥哥下班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去吃个晚饭。那是别的事，那是别的事，没事。没想到事隔一周我又来吃了同一家的串串。正在看我们朋友的小孩特别乖，在吃蛋炒饭，然后我们两个像在看吃播一样，又是同样的配方，不同的地点，不同的体育节目。我喜欢吃的八方锅贴，我觉得他们家这个辣椒酱特别好吃。他这茶叶蛋一直掉水。我的外卖还有多久才到啊？More Western, but their parents are still stick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ay. 我推荐学英语的人可以，学英语的人可以听一下这个电台。他每天中午有那个 Brown Table， 然后晚上还有一些爵士啊那种音乐什么的。看看你买的花嘞。哇。嗯，这里去跑过去，哥哥，嘿嘿，太不好意思了。好穿的是，我们刚买了一些菜回来，然后家里本身就还有一些肉，今天晚上我做饭。我怎么感觉这些菜都那么大呢？都有个碗就装一个菜了，太夸张了。现在准备工作已经做完了，哦，还要把蒜切一下。吃饭啦！这么几个菜，我做了40分钟，我的天哪！我感觉我也太惨了吧！新品刚拍完，然后太阳就出来了。那还好，今天把阳光都献给这些花吧，我觉得也挺开心的。我觉得郁金香的颜色就超级美的。一般会把根部剪成那种，
这个十字形，然后这样让它的那个吸水的面积会变得更大，就是剪这种斜着的形状。这是一把一把的嘛，然后我买的这把价格在35人民币，它的话反正挺大一把的嘛，然后就可以翻成很多瓶子，然后可以翻的这种细口的瓶子。Près des étangs, ces grands roseaux mouillés. Voyez ces oiseaux blancs et ces maisons rouillées. La mer les a bercés.今天的材料已经全部准备完了，然后现在开始做饭啦。那包水发的，我都不买的。耶，你们可以这样做。嗯。是不是香涩？太酸了。今天又是星期六，然后准备去跳舞的一天。Yeah.